戏剧中有很多意外之吻，在编剧的妙笔中会以各种方式出现，不管有没有符合人体工学或者是超离奇角度，都能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一举达阵。只能说有心要亲还是亲得到啦。训练了，好刺激哦！我只想完成你的梦想，不一定要做到这一步。别想那么多。哎哎，闭眼闭眼，大人，殿下，你准备上吗？准备上，我向你干单了。咋不？殿下，那现在情况是啥了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也只有两个人可以做。什么事啊？就是这个。是没错了，
但是我们现在是在热恋，总还可以做些什么吧？是。那我的安慰要来了。配合一下吧。以上这么多意外的精准，是不是也觉得要稳不是那么难？只是对象是谁很重要喽。完全娱乐，难怪越来越多人戴口罩了。真理报道。